老师，我们的两位指导师全生跟冠华老师，我们的叶班老师的指导师，以及我们最辛苦的我们六人班制服毕业生代表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Thank you.
看看曾经在这个校园留下最美好的回忆，啊，甚至带着你的家人、你老婆、你的小孩一起回来学校看看。那中坜国小永远是欢迎你，永远是你最好的家。那这边会长也预祝各位同学，毕业当天可以领春节毕业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你毕业制作学生代表雅轩、蔡宇俊。来佩杰上台分享他们的制作历程与心得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级毕业生赖佩杰。蔡宇俊，很荣幸能来介绍我们这一届毕业制作主题记忆留心。我想校园有许多空间上市的泡泡，可以让我们充分回想创作，在群生老师以及的指导下进行毕业创作，让我们能够在中坜留下美好的回忆。